那时耶稣对门徒说，如果你们认识我，也必认识我的父，从现在起你们已认识他，已见过他了。腓利伯却说，主啊，请把父显示给我们看，我们就满足了。耶稣回答他说，腓利伯，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见了我就是见了父，你怎么还说把父显示给我们看？难道你不信我在父内，父在我内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出于我自己，而是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你们信我吧，我在父内，父也在我内，否则也要因我所做的工程而信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甚至要做比这些更伟大的事，因为我要到父那里去了。你们因我的名祈求，无论求什么我定会做，为使父因子而受光荣。你们因我的名向我祈求，无论求什么我定会做到。